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路易，今天来到我们的特别企划片。今天我们一次要来连开90个箱子给大家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直接开启这个一，拿着一个，哎呦，完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好，来来，没关系，我们直接看下一个二王的箱子。因为今天有30个嘛，我们要怎么开呢？先从6个开启。啊，没有项链，怎么办？我们这次换一个，有一个就好了。有一个。拜托做多一点的项链，拜托做多一点的项链，也体无伦次的我，来，知识楼，这次要选，我决定每次都要不同的数字抽了，来，再一个，这次用一好了，感觉一比较会出，啊，有了，又一个。接着呢？接着怎么抽？我们换个数字好了，四吗？四当我的幸运数字。还有个，又一个。好，至少现在3个了。我心脏有没有跳得这么快？心脏从来没有跳过这么快，这抽跑箱也太刺激了吧！来喽，这是一个走气，没有哇，一的玄玄不见了，没有一了，剩12个，我们要怎么开？换个数字好了，这是有2个，5个出2个，噔噔。想一下啊，我们用一个吗？数字一啊，没有，这次剩6个哎，5、1，好像不错，都是颜料，满满的颜料，我的天，这一个了啊，就直接一 go， 没有。完了，我觉得我要被杀掉了，开成这样。我们最后这个箱子啊，还有一个，好险！这样，原来我还有一个箱子，这样总共有6个，还好。那这6个项链我们要怎么抽？我现在真的很害怕，好想要这个星辰底的哦，因为是刚好33，但好像2个都没有什么差哎，那为什么它要分成2边啊？让我抽慢一点吗？我们就1、2、3抽好了，先从一的开始抽。好，直接抽1、2、3，总会有一个吧？哇，金箱子！说好的金箱子呢？好，至少一个4星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我决定，我要一次抽3个。3个我是不是几率会比较高一点啦？不用看它会不会出来，眯眼密盘，全部都3星，全部都3星，完了啦！完了，我现在整个心悬在那里，怎么办？我有点不敢继续开了啦。好，我们接着是开火龙的箱子。
有一样的方式，好不好？哎，完了啦，五个吗？五个，五个一组，五个一组。我按了，哎，我现在完全不敢看画面呢。哎呀，哎，我从来不知道开箱子有这么的紧张，我现在一颗心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这很可怕。然后一个，完了，这个是不是更难开啊？比刚刚还要惨呢。然后我们用我的玄学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四是我的幸运数字。我那天一次开了两个，全部都是这个颜料。我现在好崩溃哦！我火龙一个都没开到哎、欸，该不会是我那天开自己的把运气都用掉了吗？一个，完了完了，火龙该不会一个都没有吧？还是时间线不对？我是不是适合那个凌晨开箱子？一个。一个，至少让我开到一个，又有一个，我压力好大哦。哦，这个我们继续用五个，五个。好了，剩下三个，剩下三个，剩下三个，剩三个，我们用。用一一魔法，一个感觉比较会中。好，没有一个没有中。哎呦，这次也是一个，有了。哎，一个一个怎么会比较好？一个反而都有中哎。好。我们再一次一个，一个有吗？哎呦，一个这次没有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至少让我开到三个，让我开到三四个五个四个五个，哎，这个怎么那么难抽啊？你们抽的状况怎么样？有人也跟我一样吗？四个抽下去。啊，四个的反而都没有哎、欸，不行，拜托，哦不，换五个，用五个看看，用五个，啊，又一个了，又一个了。我那个心脏已经喘不快跳出来了。好，五个有一个，那一个有开一次，没有一个，不行。我想要希望最好有五个，五个可以开好不好？来了，按下去了。我们来试数字大一点的，换八个吗？八个一起抽会不会太刺激？我抽了，我抽了，我真的抽了！我现在不敢看了，我不要看。有吗？有吗？我眯着眼睛，有三个，有三个。四的倍数是不是？是四的倍数还是八的倍数？我刚刚三十个开六个，现在五十个开六个，应该还会有，我觉得应该还会有三个，会吧？你们觉得会吗？你一个先，一个没有，没有，再一个一个。
再一个一个。哎，颜料真的很多哎，这个龙是多喜欢颜料啊，通通给我颜料哎。我觉得刚八的数字不错，咱们再试一次八个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就来咯，八个。我要眯眼睛，我不要看，有没有？你们有看到吗？两个，好，好，有，哦，心脏真的掉出来，我现在心脏一半露在外面。哎，有八个，还好有八个，还行还行。那，我们继续抽下去好不好？八个嘛，那怎么抽？还是八个全开吗？八个全开会中吗？欸，其实我有点想试试看八个欸。我希望到时候不会被我朋友揍，他直接到时候就说我不玩了。我很想开八个的话，我好犹豫哦。来哦，我要拍咯。对，我要开了，我真的开了，我真的开了，我要眯眼睛。哔哔哔哔哔哔，有哔哔哔声音，刚刚有跳过蓝的。这个是星，完了，我被剁掉了。好了，不管了，我们继续来下一个，进入下一个阶段。我也不想，什么都不要想，那个星空底什么的，哎，太难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来看这个吉安吉的战利品。我现在整个人已经很强了。哎，戒指，我觉得这种东西抽真的是要没有悬念，就是没有期待就不会有失望。这次箱子有几个啊？11个吗？11个而已。等一下，那我算抽一抽。我现在手都在颤抖。11个而已耶，怎么办？5个？那就5个，有两个戒指，可以了，我活了，有两个，然后再最后的一发，啊，没有，再来一个，四个。怎么可以这样？来，1、2、Go！ 哦，还是有一个。所以它这样几率怎么算？30个出6个，50个出8个，11个出3个。其实好像11个这反而多哎。然后因为这个它是分1、2嘛，我们就真的给它1、2下去。那我们就1、2、按，完了，3星啦！看到这箱子都3星，无悬念啦。然后再来看这个，星空，出来，快出来，有蓝色。好了，大家，你们从此看不见露米了，露米再见了，露米不在了。哎，我完了，我是不是真的是住非洲的？一个4星而已，这个是5000多的。哦，再看，哎，接着这个我连这给你们看都没办法给你们看，这里有个6000多的4星的。然后就没了啊！好，大家，那个今天就到这里了。哇！
的是快崩溃了，我崩溃。哎，我今天开这么多箱子，结果私信只有这样。好啦，大家，那个、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。那你们可以自己决定，想要像我一样，就是囤这么久再来抽，或者是哎，我们十几箱就可以抽了，好不好？反正结论看起来也差不多啦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。我是露米，崩溃的露米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。